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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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
不可以抱抱我？我像姐妹的那种。谢谢你，墨南。这些天我想了很多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你不是说你有喜欢的人吗？哎呀，那个，宝妮啊，那个我喜欢的人其实……我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，但是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他公平竞争。在这个地球上，有70亿人。宝妮，我好不容易碰到我真心喜欢的那个人，你不要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啊！我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呢？我有信心，以我的颜值、我的魅力，还有我这么多年纵横情场的经验。是绝对不可能输的。如何治愈动物心理疾病创伤后精神压力紧张综合症？创伤后精神压力是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之后，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后遗症，主要症状包括噩梦、性格大变、情感解离、易怒、警觉失眠、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事物，引发创伤的治疗方法。创伤压力症可以通过行为矫正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。行为矫正是属于人类和动物进行分析和矫正心理学的领域，又可以称为改变或行为治。在帮我，让我不要再继续消沉下去，要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。小渤海啊，你不是有病吗？我能治。又去给渤海献殷勤啊？你让开，别耽误我追求幸福。追求幸福？你没事吧？人家早就把这条路写上此路不通了，只有你傻乎乎的一个劲儿往里闯。这是我的事，你少管闲事。这不是你的事儿，这也是我的事儿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我就只能以大无畏的精神牺牲自己来挽救你了。心燕，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。
我喜欢你。